子上面它是不是会有水蜜桃在里头，有鲜奶油在里头，然后底下又是水蜜桃，赞耶。嗨，大家早安，我就要出发前往福岛县啦，但去之前先来吃早餐，来买现在东京最红的白松露咸面包。这个面包真的超香，我坐新干线的时候也都一直闻到那个香味，觉得旁边应该很想把我杀了。真是外酥内软，超好吃。抵达福岛县啦！上次是冬天来，这回来看看夏天的福岛。车站都没有人，然后听说就是现在刚好紫阳花盛开，所以这一集要带大家一起去逛逛当地人推荐的赏花景点，然后还会开箱福岛的星野温泉饭店哟。我抵达福岛站了，这次的旅行呢，我们是采自驾，一样有小伙伴，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小伙伴不能出镜头。没关系，我们出发。首先呢，第一站先来到这个土和馆公园。这边的特色呢，它其实就是个公园，然后有两旁很多很多的紫阳花。福岛县名称这边为紫阳花小路，这小径两旁有着满满的紫阳花。紫阳花的颜色啊，其实是取决于土的酸碱度，碱性土壤呢就会成为蓝色，酸性土壤呢则会偏粉红色哟。这一条小路真的超有感觉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接着呢，来到福岛县二本松市的高林寺，这里也被称为紫阳花的寺庙。每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，境内会盛开约300种类、5000株的紫阳花。寺庙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紫阳花，契机其实是1980年左右的时候，前住持从信徒那边收到紫阳花后，住持就开始收集，然后种在寺庙里头，慢慢累积就变成像这样的紫阳花海。这边叫做 Jubilando Hilada。大约在15125平的紫阳花园区里面，然后有27000株、825种类的紫阳花，真的太厉害！接着我们来到朱苗代本馆利史达饭店。为什么要来饭店呢？等一下就会让大家看啦。而且现在日本的天皇天后两陛下也曾经住过这间饭店哦。大家看的呢，就是这个朱苗代本馆利史达饭店所附属的花园。它除了房客可以直接进来之外，也有售票开放普通游客进来哟。而且最著名的还有这个，就是伞的王美桥，是不是超美？在这边真的就是拍照拍不停。哇，它的鸟居好白哦，第一次看到白色鸟居，漂亮哦。这间土金神社供奉惠金松平家初代藩主宝科正之，以飞黄腾达的神明为众人所崇信。哇，
好多这个写着会的旗子。哇，很欢迎！我们来的时候刚好遇到神社的夏日参拜祭，然后挂超多风铃的就在眼前。然后进来的时候就开始起风，风铃就一直响，一直响。哇，有一种被欢迎的感觉。然后它这边有超多种类的签，这种摆饰型的签真的超可爱的，桃子的也很可爱哦。重点，它这边的珠印种类有够多的，我这边犹豫大概五分钟左右吧，到底要买哪一个？每一个都超好看的，还有这种夏季限定，也有很多的玉手，眼花缭乱呢。最后我选了这个朱雀的，完了完了，要回去之前网上刚好找到土金神社旁边有一间叫做盘椅神社，你看这棵神木有多大，这个神社好像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，进来整个氛围都变成另外一种感觉，非常非常的幽静。这里呢，竟然是会津盘梯山的大神，玉手也有相当多种类，还有这个玉神酒，我觉得是一间还蛮特别的神社。接着呢，就要准备出发去新野饭店，开箱新野饭店。在我印象中，新野饭店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豪华。但其实呢，这一间新野它是收购前一间的旧饭店再改装的，所以可能那一装就比较有一点点历史感。但到处都看得到红牛身影，真的很可爱哦。我刚以为这是树叶，结果全部是绿色的红牛，绿牛。开箱新野房间。从上往下看，这边应该是哦浴室，普通的浴室啦。夏天的风景是这样，绿油油的一片。你可以看到盘梯山就在眼前，电视柜下面是啊。冰箱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边呢？保险柜。哦，隔壁是衣柜跟茶水。
它还有多的这些棉被，枕头棉被。现在呢，说是来先体验这个摸摸福岛县产的桃子，它有一个摸摸费啊。哇，这边都是红牛啊。叫了一个这个摸摸的冰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阿卡斯基，是他们福岛县最常有的桃子。然后可以拿到旁边这边吃，耶，很赞耶。它的这个冰好像也都是用默默的直接冷冻，然后搓冰，很赞耶。它的冰真的是用水蜜桃的果汁冷冻之后直接搓出来的，不止上面，它里头也有水蜜桃在里头，又有生奶油在里头，然后底下又是水蜜桃，赞呢！它连这个贴纸都是红牛的，超可爱的，好浓哦！它喝起来味道还蛮妙的，应该是里头有果肉在里头，但喝起来不像是桃子的果汁，这里头是什么？现在呢，可以来体验画红牛，它画什么样子的呢？大家一开始画红牛就沉默了，太专心。OK， 画好了，我还帮他画了个翅膀，他飞上天了，画好了，很可爱耶。接着呢，就是众人期待的晚餐时间。晚餐呢是吃 buffet， 真好，厨师直接现场做耶，期待。当然不可以放过牛排啦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大概吃了三盘。还有这个 sofa 跟天ぷら，另外还有福岛的当地料理，这个叫ワパメシ。哇，连烧烤都先做。除了厨师现场制作的料理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哟。这一餐晚餐真的吃得超饱。满桌美食，吃完晚餐之后就来参加他们饭店的夏日啤酒花园庆典。红牛的啤酒机真的超 cute 的。还有在饭店里头呢，大家可以一起跳这个舞蹈，我也跑下去跳了。